走吧，再陪我去买几条金鱼。是。香烟喽，卖香烟喽，香烟，卖香烟，香烟喽，香烟，卖香烟，香烟。您这鱼缸我都要了，一会儿您给我送到小狮子胡同去啊！记住，小狮子胡同。哎，夫人，我们小本生意不送货。你去车那边等我，我还要去买点东西。是，老板说过不让你。我要去买女人家用的东西，你要跟着呀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老板知道。多亏了你啊，要不我和四阳就……三年姐，你也救过我呀，我们算是扯平了。周末还在天津吗？淑珍，我劝你离开他，离开他吧啊！你要跟着他也不会有好下场。我家周末和你家四阳已经成了死对头，这个我知道。告诉四阳。让他赶紧离开天津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周末疯了，他一定要和四阳争个你死我活，他们谁死了，我都不想看到。三姐姐，快走。哎，淑珍，我这在劝你呢。你，三姐姐，听我的话，赶紧走。市民同志请注意，请讲文明，讲礼貌，爱护环境卫生，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。饭前便后要洗手，吃熟食，喝开水，勤通风，常晒背。王小姐。
这次的宣传活动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觉得传单上的细节要注意，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加强挨门挨户的这种拜访，我觉得会更全面。那就明天见了，谢谢你啊。你看那个，要一份吧，谢谢。道具有了，编词儿难不是现成的。要说这得感谢老崔给我设计的身份合理，能进能退的。到门口了，还需要我陪你进去吗？那当然了，要不你来做什么？得，一进这个大院啊，我就承受其暴。来吧，我替你拿着。谁让我追你？您吃点什么？给我来碗打卤面。咱这儿最有名的是老北京炸酱面。我就吃打卤面。得，听您的。打卤面一碗。这不有林大哥吗？您怎么来北京了？我来北京办点货。嗨，大哥，你是什么人物？怎么来这种小地方吃呢？是吧？哦，你先慢慢吃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哈。哦。开！咱们一直把重点都放在了北京，并没有找到炸药的下落。看来对敌人天籁行动的判断可能有偏差呀。我和天津公安局始终保持联系，孙警长他们下了很大的力量。那边的特务组织除了陈思阳露面的时候出现过，
始终咱们有其他的行动。也许那批炸药还在天津，有这个可能。看来我们要重新的估计啊，天籁行动的布局。你想一想，铁路是一条线，我会全力以赴的保证铁路的安全。我们最近破译了敌人的一封电报，好像也是发给同一特务组织的，虽然没有提天籁行动，但时间和地点都很接近，也是指向铁路。有个情况我一直没有向你透露，其实敌人的军列情报是不准确的，时间和方向都不对。但是近期有一趟重要的专列要途经天津、古冶、山海关，和敌人军列的情报时间和地点都相符。不管是敌人的烟幕还是巧合，都对我们这趟专列形成了严重的威胁。专案工作两条线，两个原则不变，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严防敌人对铁路的破坏。我命令你抓住铁路这条线，立即与北京铁路公安局、天津市公安局、唐山市公安局和秦皇岛市公安局取得联系，互通情报，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，以保护铁路安全为首要目标，彻底粉碎敌人的一切行动。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，工作一定要往前赶。我这就走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我们监听台截获的另一封电报，证实暴露菊霞同志的就是沈东台。我希望这能成为你工作的动力，而不是负担。明白。我下午呀，我想做件事，你能不能配合我一下？把那罗小姐给我调出去。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呀？不是那个，我先不告诉你。要不这样，我先送到你这儿，回头咱们再联络站见。不行，说话老说半截儿，说全了。我还没想好，要不下午你再过来一趟，咱们商量商量，这可以了吗？行。行吧。这小子一转眼也发现了我，我一看形势不好，我撒腿就跑。这小子后面紧追着我，手里还拿着枪，想干掉我。幸亏我对胡同说过，要不然真见不着你了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哎呦，现在我也不知道。幸亏我跑得快，我才把他甩掉的。啊，你是在小小面馆见到他的？对啊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住在离面馆不远的地方。哎，好像那个附近有个旅社。走，咱们看看去。哎，哎，秦大哥，你看我要是跟你去的话，就不把我露出来了。是，行，那我不劳你大驾了，谢谢啊。好。
想耍赖啊？嗯，你也来这套？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，来这套没用。陈思阳，你踩着我往上爬，这代价也太大了。你别以为共产党没看透你，你就跟我张牙舞爪。早晚有一天，他们会抓到你的把柄。你说这些没用啊！我现在抓到你了呀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落在我的手里。说吧，你来北京干什么？你不想想，我会告诉你吗？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有你好受的。你吓唬谁啊？大家共事这么多年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清楚。追枪毙了我，那样咱俩都清净。你想从我这榨取点什么，然后去讨好共产党，把自己保下来，这我理解。可你要聪明，千万不要把我交出去，那样对你不会有任何好处。我不会做共产党的俘虏，坦平党吗？你要是硬把我交出去，你做的那些事，我都会告诉他。别忘了，你手上有共产党的血。哎呀，你别拿这话吓唬我好不好啊？咱们两个人谁不了解谁呀？没用。共产党不一定信我的话，但他们会调查。你做的那些事，他们早晚会调查清楚。到时候等待你的是什么？还用我说吗？幽灵先生，你失败了。你刚才说这些废话都是捕风捉影、胡编。你无非就想栽赃陷害我吗？你想拿这个要挟我自己捞一根救命稻草？你以为这样我会放你吗？可能吗？嗯，陈思阳，我想到的，即使你也想到了，要么你就杀了我，要么就放了我。你要是把我交出去，你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行，我可以不把你交给共产党，但你要告诉我你来北京干什么。只要你说清楚，我可以考虑放你。我是不会说的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要是明知你现在就放了我，我劝你也不要做钢丝。你在那边是蒙不过人的，你要是回头，我可以在周老板那替你求个情，让他撤销对你的处决令。这个咱们回头再说。我现在需要知道的，你来北京的任务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到底说不说？我不会说。好，顽抗到底是吧？你是知道我有些手段的。你别想自杀！别动，都不许动！
来的真不是时候。队长。队长。陈思阳，把枪交出来。还有你自己那把。怎么回事？队长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思阳是特务。队长。今天他的一个同伙来找他。这个人知道他的历史，了解他的秘密。他把他打死了。宋明啊，说话能不能客观一点？他不是我打死的，他是自己吞毒死的。是你用枪顶着他的脖子，逼他吞的毒。说反了，我顶着他的脖子就是防备他吞毒。你出现了，大喊一声不许动，我分了下神。那小子趁机推开我的枪，咬破衣领，服毒自杀了。他想杀人灭口，队长。非要这么想，我真没办法。思阳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苏敏说的那样，他误会了。我没有误会。苏敏，先让思阳同志说完嘛。说，他姓翟，翟抗，就是我说过那个幽灵，他是国民党的死硬分子，是我的死对头。你说过。幽灵不会离开周末，单独来北京。对，所以我判断他来北京不是找我的，他应该是接受了周末的一个什么重要任务。我也是偶然看见他的。周末不是要杀你吗？他杀我，应该不会派幽灵来，他只会派老鬼。幽灵来一定会有重大任务。这说明你是偶然发现他的。也不能算是偶然。是斜江四钩子给我报的信儿。四钩子一直跟我有联系，你可以调查。继续说。斜江吃早饭，恰好看见了幽灵，幽灵也看见了他。在北平时期，斜江做过他的眼线。斜江知道见到幽灵会有危险，他马上离开。幽灵一路追杀他，斜江仗着他对北京胡同的熟悉，终于逃掉了。他赶紧跑到我那，把这个情报送给我了。我想这个情况，苏敏应该看到了，不然他不会这么快出现在我面前。他们吃饭那个小饭馆不临街，在胡同里边。我判断幽灵应该住在附近的小旅社，我就赶过去了。后来呢？我刚到旅社门口，就看见幽灵提着箱子走了出来，这说明他嗅到了危险。我再晚到一步，他就走掉了。接下来的情况，我想苏敏应该看见了。台阶面向我开枪，一路追杀我，我始终一枪没发，十发子弹全在这里，你可以检查。你为什么不开枪呢？我那时就想活捉他。哎呀，我要是想灭口，我完全可以打死他，也不会有后来的事情。你没有开枪，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他来北京干什么，你还没有听到他后面说的那些话。说了哪些话？幽灵说，我们没有看透陈思阳。他在那边干的事情，迟早会被我们查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不会落得好下场的。那是特务的话，你也相信？他还说，陈思阳手上有血债，他手上沾有共产党的血。他是特务，是死心塌地的铁杆特务，他在诬陷我，给我栽赃。他们的话你也信？你可以调查，思阳同志，在调查期间，你可能受点委屈。我委屈倒没什么，只可惜。可惜的是，我听到了你们的对话，我拨开了你的伪装。苏明，
不许这样和陈思阳同志说话。就凭特务的几句话，不能把思阳同志当成敌人，懂吗？小卫。队长，在七号院给思阳同志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。是。报告。进来。沈东台的新电报。款已备齐，无变化，请备好车辆，按时出发。接收台有复电吗？没有复电。继续监视这个电台，通知大刘、小李，你们三人同时捕捉他的信号。是。小魏，我不能等着崔队长来找我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一分一秒都很重要。你回去务必告诉老崔，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他说，越快越好。放心，一定带到。他们俩在对话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就在胡同口的墙根上。你和他们距离有多远？大概十五码。他们看见你了吗？应该没有。队长，我当时在胡同口，我听见有声音，刚要过去，我就听见陈思阳在问话。那个特务说：“陈思阳，别以为共产党没看透你，你就跟我张牙舞爪的，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找到你的把柄。”我就站住了。一直到那个特务说陈思阳手上有血债，陈思阳要用枪打他，我才冲出去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探头看过他们吗？看了一眼，好像是两眼。队长，这不像是特务陷害他，临时编出来故意说给我听的。这可能在威胁陈思阳，让陈思阳放了他。对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他说陈思阳要是抓了他交到咱们这边，没有陈思阳的什么好处。如果他要是放了他，他还可以到周末面前去替他说情，取消处决他的命令。他确实是这样说的。周末下令要处决陈思阳。是，是这么说的。这是特务在威胁陈思阳啊，这说明他知道一些对陈思阳不利的事情。咱先不说那句刺激你的话，陈思阳要想杀他，用不着抓他以后动手。我配给了他枪，凭他的枪法，在胡同里就可以把他解决了。特务被陈思阳抓到以后，陈思阳问他什么了吗？他一再追问他来北京的目的和任务。队长，我看见陈思阳要杀他。这就是说，陈思阳没问别的，他只问幽灵来北京的目的，对吧？是，他反反复复地问他来北京的目的。队长，陈思阳说，如果他要说出了他来北京的目的，他可以放了他。这可能是陈思阳用的一种问讯手法。苏敏，从你说的过程看，陈思阳没有什么失常的地方。特务说的话让人心寒，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队长，你还这么认为呢？独立台转达老家的命令。念。款已备齐，无变化，请准备好车辆，按时发货。请独立台转告老家，货很安全，万无一失，请老家放心。发。是。失去了联系，老板，幽灵从来都是最守时的，已经过了三个小时。老板，会不会是陈思阳发现了他，跟他上了北京，然后中途下了车？要不，我带两个弟兄去北京找找他。
带两个弟兄，开车到济南，把陈思阳的儿子带回来。是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留着陈思阳是个祸害。路上别耽搁，越快越好。是，我马上出发。陈思阳，我是政工科的牛科长。我知道。现在我问你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。崔队长，我有重要事情向你汇报。现在是我问你问题。被你杀的特务是什么人？我没有杀他，我费尽功夫抓了个活口，他是自杀的。我问你，他是什么人？他是天津特务头子，周末手下一员干将，叫翟抗，绰号幽灵。你在那里的时候，你们共过事没有？那个时候，我管装备和内勤，他是行动队的副队长。哦，那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啊？崔队长，我能不回答这些问题吗？为什么？幽灵这次来北京，一定是有重要任务的。现在都火烧眉毛了，你们还在道这些陈姑的烂纸吗？的事情。这正是幽灵所希望的。刘科长，他让小卫给我转过话来，让他把话都说完吧，好吧？你说吧。这个情况，我要单独向崔队长汇报。思阳啊，你要明白你现在的位置。你现在所有说的话，都不能回避牛科长。说吧。幽灵临死的时候，说了一句很有威胁的话。他说：“你们会听到我们胜利的礼炮声。”我一直在琢磨他这句话，礼炮指的是什么？胜利又是指的什么？我也认为幽灵来北京是有重大任务。他这句话也说明，他们有一次重大行动，而这个行动可能和北京的特务有联系。或许啊，他来是建立某种联系，很可能是接替周末来接受任务的。坐下说。不，老牛，你让他接着说下去。胜利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。这很可能是指他们这次重大的破坏活动有了把握，礼炮很可能是指炸弹的爆炸声。老崔啊，我了解周末的办事风格，他含而不露，但是凶狠。我已经感觉到了一场大的行动在天津酝酿，而这场大行动很可能与我们的专案有关。陈思阳，你不要危言耸听，你给我坐下。崔队长，你怎么处置我都行，逮捕我、枪毙我，我都不在乎。但你一定要重视天津，我敢断言，天津要出事儿。你要相信我的话。张处长，让他进来。张处长，陈思阳提供重要情况，我必须向你专门汇报。你的历史问题上都写清楚了没有？有没有遗漏或者隐瞒？我历史上的事，崔廷山都知道。那个时候，崔廷山是地下党，你在国民党组织里干的事情，他怎么都知道？他是我的领导，那时候就是我的领导。我是按照他的指示做事的，他考察过我，一直在考察我。除了他，还有另一条线上的人也在监视我，他们都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。另外一条线是谁？我不能告诉你，这是我党的绝密。我们党？你说的好听。对，我们党。牛科长，你好好想想，如果我有问题，如果崔廷山不信任我，他会把我调过来协助他破这个案子吗？你要是欺骗了他呢？我骗不了他，他是崔阎王，眼里不揉一粒沙子，谁也骗不了他。这个情况很重要。这是监听台刚刚接到的电报，敌人已经做出了反应，用的是低级密码。这套反间计玩得太愚蠢。大白天发报也违反了神通台的工作规律。这封电报一共发了五次，之后又在另一波段用高级密码发了一次。敌人没有想到
0778的发报手法已经被我们的监听员掌握了。张楚，天籁行动的执行者是天津的周末特务组织，很有这个可能。你想一想，那么多的炸药失踪案发生在哪里？北京的特务组织接收的物资是什么？这些物资没有到北京，现在又在什么地方？陈思阳同志的判断很准确，主要的威胁来自天津，那里才是我们要重点防范的地方。陈思阳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你怎么可以动我的东西啊？我对你进行政审工作，就先要调查研究。我不会像你那样，动不动就用手段。说吧，它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是对敌侦察的工具。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我怎么一个字都看不懂？我不想给你扣什么帽子，不过你得交代清楚，你的历史过去是怎么回事，现在又是怎么回事？我想喝点水。这就对了嘛。倒杯水。牛科长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听我告诉你，我投身抗日，被分配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里。那个时候确实有一项工作是对付共产党的。你继续说。可自从我认识了曹先生，曹孟飞同志，我始终坚定的、忠诚的为我党做事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信仰共产主义。共产党是我看到的真正抗日力量。共产党人光明磊落，共产党人为了信仰不怕牺牲，他们是我民族最优秀的。我当然要跟着共产党走了，为党做事我是心甘情愿的。我要向老曹同志学习，为了信仰我也可以失去生命。您听明白了吗？信仰可不是靠拍胸脯说出来的。牛科长，这么多日日夜夜呀，我身处敌营里，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，我能坚持下来吗？